大家好，我是小张跳，今天又出来钓鱼了啊、哦！今天还是搞鲈鱼啊，搞鲈鱼为主。是吧？你抽了十七斤的呀？你家姑娘当时讲的是不好啊？好是不好？得训练嘛，得训练嘛，得训练嘛。我那抄了侬虚了虚，一头虚了，你再从最开始是吧？是我哥们嘛？对对对，我不能。再见再见。没钓没钓。哎呦哎呦。钓不钓了？哎呦。我用塑料钓了。哦。塑料钓了。我给你钓。我也给他洗个脚。哎呀。背景。
刚才跑掉的那一条了，等一下钩子还在。还有猎豹。哦。回家嘞，今天雾太大了啊，早点回去。能见度不到50米，白茫茫一片了。热闹。哎，那就这么点哦，个头小小。今天鱼货也不多啊，我钓了15-6条，他们两个人钓了7-8条鱼。好嘞，生水鲈鱼季节就快结束了哦，马上要一个人钓鱼嘞。这一水钓完的话，客人就不带了哦。还有几天客人带带完，过几天就开始一个人要钓鱼了哦。那先吃饭了哦，我们明天见了哦，大家拜拜。兄弟们，青稞活皮虾到了啊，一车一车。看一下哦，拿了，全部都是青稞。卸货卸货啊！今天到货500斤，一斤装啊，一斤装。准备发往大肚市了。螃蟹到了，又要开工了，又要开工了。啊！手上的正宗鱼螯蟹啊，很肥的啊，肥的屁股都要炸开了呢。开始打包螃蟹了啊！顶级的啊，顶级的流网蟹。活蹦乱跳，活蹦乱跳。螃蟹配活皮虾，青稞的啊，还有3条红果梨啊，顶级鱼啊，这个是顶级鱼。今天中午50箱。兄弟们开饭了啊，大顶带啊，哦，胶原蛋白。青稞活皮虾啊，这个又是刺身了，生腌了，生吃啊，刺身毛，嗯，美味，甜不甜？美味美味。
成片啊，开始了啊，再来一个，甜吧？嗯，很甜很甜，非常的甜啊。嗯，最肥的一个被你拿去了嘛？啊，嘎嘣脆吧？嗯。啊，兄弟。啊，这个带鱼啊，都是油了。天然的啊，兄弟们开吃了啊！拜拜拜拜拜拜，开吃开吃开吃，肚子饿死了！拜拜拜拜拜拜，兄弟们，新的一年啊、哦，新的一条，目测200斤以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张跳，今天出发钓鱼了啊、哦！今天比较与众不同啊、哦！出发钓的是百斤以上的马鲛鱼啊、哦，超级装备，准备出发了。今天和我一个兄弟，一个人吃不消。浪迹黄河梦，黎明万里。风平浪静啊，朝着太阳的方向。有你有你，多么心安太平。准备开搞了啊！准备工作都准备好。第一杆，今天先试一下粉红色啊，粉红诱惑，好，看看这个大马鲛喜不喜欢。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 OK 啊、哦。看看这个杆烧这么烧在抖，马鲛鱼看见肯定流口水啊，我都流口水啊。好好，妹妹来，妹妹来，中了啊！我怎么过？中了，中了，中了啊！鱼们空多，空多。好，油门加一点，稍微加一点点啊！我教你的啊！啊，来来加，加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好，这样这样，顶着，这样来，好嘞，啊，松松点，松，空档，空档。好，哎呀，还有没有有没有力啊？有，很大，还有力啊，能当心啊。这次感觉跟上次感觉怎么样？不知道了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好，推一点，推一点。啊，听到了，推着好嘞。方位回正，回正，好，油门稍微加一点点，好好好，不要加了，空档，再空点，发力了，发力了，发力，现在发力了，哎呀，给我慢一点，现在发力了，发力了，好，放。往右再搬一点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向前进。不单数啊！哎，现在才发，现在要发力了。
往前顶一点，往前顶着好了。大叔，哎，大叔，往右打，往右打，往右打。好，空档，慢慢来好嘞。向前顶一点，方位回正。发力，发力，发力，发力了。往右打方向盘，空档，空档，快就是被拿一瓶来了，我这弄点水，还不肯起来、啊？早嘞早嘞，还有40米。哎呦，往左打一点，往左打，方向不要搞错呀。好。往左打死，说错了，往左打死，往左打死，顶上顶上去，很大很严很大，不搞不能不了，来了，哎哎，那对对对，那落雨落，那他那补上来的那补力要下去的，他马上上来，他那补力要下去，先手可以松松休息一会儿，先松肌肉，先松一会儿。我这边跟着顶着，没事的。好，往右点，哎，方向打前面一点，打好嘞。好，打住了。往右打，往右打，往右打。哎，这卡子太右打，卡子太右打，太太太，用点跟着激烈的开嘛，我的妈姑娘，往左打死，往左打死。推一点，侬到那点背来了哟，互相不会推了，晓得吧？啊。再靠两个人配合，来，你来顶一下来，不要顶劲啊，虚拐倒着，哎，虚拐倒着，虚拐老大兵，哎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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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顶顶牢一点，这样顶着还。哎，哎，浮动了，搬一下，来一下。哎，还要走了让他走，对，好。庐山真面目都还没看见过。好了，马上可以出水了，一下子就发力了。千万不要让他输啊！阿周，你体力不行吧？啊、这么几下能过没？你每天在健身，哎呀，我这个是虚跑，虚跑。我喝口水啊！这终于只能……千万先不要让他扣到那个那个地方啊！啊，还要去啊！没劲了，轮到我发力了。好了啊，来，我来了啊，来，来，好，放放。好，向前顶一点。这个鱼不是一般人能拿上来的。一般人拿不上来的、哦。拿不上，拿不上。没有一般的体力拿得上来的。这个、还有，明年我就是空档了。明天要健身了，我放下打灯，打灯，打灯。
空档空档。往左打点，方向往左打，你方向好的，往方向往左打。好，进档。本来腰就不好，这两下顶过，这两下顶过，腰间盘突出了。这体力活慢慢拿好了，持久战，拿持久战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那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，向前进，往左半圈。啊，庐山真面目在哪里啊？哎哎，苏米的领导去放你来去。这里。能扶就扶上，我扶你。好了，进来好了。那个是。兄弟们，新的一年啊、哦，新的一条，目测，目测200斤以上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看一下，叫余姚，200来斤。放生吧，放生吧。去年人家钓到还不相信我放生，那么今天这一条就给他放生了。第一条放生了，第一条放生。放生，放生吧，啊。200，确定。来，放一个船这么长。来，好嘞。骑的时候小心点啊！啊，嘴巴都扎来了，这个有点难搞。小心小心，非常小心的，他一发力这个，好，先弄前面一个钩子，前面一个钩子松，前面一个钩子在边弄弄，踩这个，踩。从里捏捏了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好，放松了，放松了啊！他会拐过来的，会拐过来的，会拐过来的啊！过子到里来。活了！哦 ，See you tomorrow 嘞，兄弟。去哪里了？下去了，下去了吧？是不是下去了？应该下去了。啊，下去。他影子也找不到嘞。我们给他放生，他知道的。知道的啊。知道的。See you tomorrow 了。兄弟们，又 OK 了啊！哎呀，多少时间了？50分钟，一个哎，一个小时差不多。50分钟啊！喂，一个小时差不多。我拿五分钟啊！你体力不行，下次要去锻炼一下啊！就让他回归吧啊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下一条超过200斤的就拿上。今天这条目测也有200多斤了，估计210、220左右了。跟去年那一条差不多的，估计比去年那一条还要大了。去年那一条拿了40分钟，这一条拿了50多分钟了，将近一个小时了，力气也没有了。那今天总算是
任务完成了哦，准备返航了，准备返航了，兄弟们，精彩画面也全部让你们目睹了哦。钩子一拿出，本来像装死一样的钩子一拿出，灵活的要命，咕一下钻下去了。这个钻下去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拍个照片都来不及拍。厉害厉害厉害，太狡猾了，太狡猾了。那兄弟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我们期待我们下次更精彩的视频啊，大家拜拜，下期见。